子居然有那么强哦，我以为是去代购的哈。我们还是可以代购啊，只是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回来，不用被骂咯，呜呼，太爽啦！复凡抽签，好，抽签看一下哦。好啦，其实 BLG 跟捐举说实在的，抽谁好像根本没差，反正都会输。那关键是如果输了之后会打到谁吗？干滔博打 Team Liquid， 干说实在的，这两队都跳起来欸。老实说，我是这两队我都跳欸。哦 ，PSG 对上 BLG，OK，先输。T1 跟 G2 干，我们好像就止步八强欸。只要我们输，就是要么打 T1， 要么 G2， 是吗 ？OK， 那就是八强极限。那我们就是看赛程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就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可以去接机喽，耶！今天卖 PSG 战服吗？哎，那些说进八强的就买，有没有买？来稽查一下。干，我等下来翻 BOD， 他妈的，这些人最好都给我买。哎，你们答应我的，晋级就买啊！这十九件是怎么回事？那些说晋级就买的，要我那个 VOD 打开来一个一个看，是不是？我们一定只有八强了啦！说实在的，要赢 G2 有点可能，因为 G2 国际赛要嘛是开上线，下线是烂到笑。身为 G2 老粉，有机会拿个 G2 一小分，但你说要赢系列赛，我觉得偏难。那 BLG 跟 T1 呢？想都不用想，一个分一分都拿不下来。但没事啦，已经及格了吧，大家，我们已经及格了吧？主播可以看一下 JR 哭的影片吗？不是，干嘛啦？人家对这个赛区有爱，你在那边看人家哭，很像在嘲笑人家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真的很久没有播到你的比赛，不要害怕。好感动。PSG 员工还不哭。他们输了我才要哭，我可能没工作了，还好赢了。他们输了我才要哭啊！今天 PSG 的状况不得不说很好欸，怪不得他们昨天那么多访问的时候，就是选手自己觉得会赢，我就觉得其实蛮有机会的。很久没看到国际赛选手对自己是有自信的了，我觉得这样子得说赢在起跑点，你知道吗？哎，还有十八件啊，赶快好不好啊？现在买还附送我们选手随机小卡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ating 打了什么。哎，又丢脸了。看，为什么 Fly 要放给 PSG 上个系列赛把他们撵过去中了？哦，检讨 BP 哦 ，NA 的观众也懂哦 ，BP 都赢蛮多的。来，那些嘴科技的，干，我等一下 PTT 一篇一篇文翻出来，我就说我们科技教练。World Champion 的 BB 怎么会有问题呢？我们就比 NA 强，那些在说、就是、什么，我都一直乱黑 NA、就是、啊，我们是顶 NA 了。很深的线眼，哈哈。然后靠背下来，那个礼拜三输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敢吭。现在赢了，刚刚 PSG 是看到了对方露头的资讯，造成有夺冠就有了，而且战绩其实都非常好的。这也是往中路走啊，快十点嘞，要换。可是这个下路线是推进，怎么可能夺冠啊？靠背，有拖到小分就不错了，你们不要那么严格。你们的标准一直随着时间一直往上不断的叠加，这样是不对的。你们太过贪婪了。原本是进八强，现在又怎样？现在要拿到冠军了，是不是？你们太贪婪了。甚至我觉得他们现在直接飞回来都没问题。会不会吃兵？对，反正不会赢，那不如早点回来。九号 PSG 如果赢了，我跟你讲，如果九号 PSG 赢了，我说服 PSG 的人直接把这个仓库的东西拿一半抽给你们，好不好？我直接打电话打到成都给 Amber， 全部库存你给我一半，我抽给观众，因为我们打赢 BLG， 如果赢的话根本不可能，你别再妄想了。我跟你讲，如果我现在跟 Amber 讲，他会说明叫我去看医生，他可能觉得我发烧了，你知道吗？哎，到底要买啊？你们不是说要买完吗？你们都骗我。好啊，现在又变成我 L 的啊。OK 啊，进八强就买啊，但我穿 L 的啊。他们不是啊，你们答应我的，然后现在又在那边 size 不合，在那边给我凹东凹西哦。买一件 S， 谢谢，谢谢你的支持。PSG 就是拥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有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八强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们。我骗你的 ，OK， 六百。五月前，我非常确定 PSG 能3-0赢 BLG。干，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推荐你一间医院，3:0 BLGO 勤美身心科，这边的医生很好，他跟你进去他会跟你打招呼，然后最后走的时候他跟你集权。我去这边看这个身心科的时候，他都给我满满的正能量，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勤美身心科在辅大而已，你怎么知道？啊，我有去看啊。团战上，我每天被你们这些人嘴，我都睡不着觉了。团战上，去拿一些爱哭牛啊鸡啊，怎么睡啊？哎呦，好大 ，Maple 有喽。召唤师技能受伤，要给到 PSG。干不是有哎、欸，我们真的要看吗？真的不闪。我们不是就都知道赢了吗？我们还要这样看？你们要看我这样子，就是每杀一个就在那边乱吹一波吗？干乌迪今天蛮猛的，干以后谁再追我们乌迪哥？我就说乌迪这季有进步，干每次一讲都被聊天室喷，说我根本没看比赛，干他就明显就有进步。哎，今天看的人好多，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有4万，哎，大家闲归闲，还是希望 PSG 赢的嘛。如果这把那60发育的挺好的情况下，傲娇酸民，基本上他们 FY 的阵容就有点傲娇酸民打不了，他们一定得 O 一掉一个才有办法后续。嘴巴一直很闲，他妈的手还是滑鼠点进去看的。那60发育，妈鼠一把破才就直接贯穿阿志，敢看到这里你们是觉得我们要输了？又是 TP 准备进来 ，Pipo 看起来说实在的，真波感觉我要昏倒。赶到进去，直接推到了3人，最佳杯子开始，太平洋的王。PCS 的 GOAT 黄义堂，他那个 TP 下来，黑肥肥跟鬼一样，撒谎的鬼推，有神快败，太强了！我就因为他想说拉到这个怎么敢呐、啊？这个队友完全跟不到、欸，然后闪现狂，就是看起来很帅，但是怪不得 NA 的观众说 Bripple 有点瘦，但这波而且 Bripple 其实扛着那些塔扛，而且他扛得很痛啊。重点是他没有去看俊家的装备，俊家装备真的很好，他是不能去单对到他的。他是不能够一个人进去找俊佳还有他队友的。这样看完哭了有关系一下吗？他好像忽略了这个点。不用吧，妈的二十几岁还要停留在两天。还有 nice nice， 但是你的热情比不过这样啊？这有什么？某种程度上有什么好比？我觉得是 counter 对面的。啊，比输他，所以相信上还是有点不同。不过巴龙去妈的，你这样讲干，还有一个一直整天在玩快打的嘞，妈的连 low 打不打开都不知道嘞。上一次打 low 是他妈四月九号跟子喵打 AIN 啊，那个也没热情啊，你怎么不嘴他？来到了边线，对不对？他内局妈的 low 打开是打开啦，你也是联盟战旗积分一直按呐、啊。只要怎么有没有热情？团就是那我昨天还有打 ARN 呐、啊，我的热情远胜于这两个，你去嘴那点好不好？基本上团就没有赢的画面。好了啦，有没有什么哪有什么热不热情的？我觉得愿意看这个赛区的比赛的主播在里面，这个区块对蓝宝来说，包括愿意看这个赛区的比赛的你们都是有热情的。那就没有主动出手，反而是没快主动出手了。谁有热情？谁没热情？可以啊。哎，按你们今天去庆祝吃什么啊，伊恩？伊恩，你们今天有去庆祝吧？吃什么？分享一下啊，有没有拍照？这样就庆祝哦？哈，这样还不能庆祝啊？不然嘞？干，你这样还不能庆祝啊？怎样才能庆祝？还真的要拿到冠军哦？神经病是不是？没有巴龙的情况下，也没有这样就可以庆祝了吧？这样还不能庆祝？我们现在已经庆祝啊，因为我们礼拜四的时候，我还可以这样嬉皮笑脸吗？我现在也在庆祝啊，因为我知道这次能庆祝啦。趁现在开心讲啊，啊打 BLG 那天干脆不要开台，没东西讲啊，对不对？啊打 T1 如果被3:0也不开啊，啊打 G2 赢一个小分，那就再庆祝啊，就这样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可以庆祝就庆祝啊。对不对？根本不可能发生！哎呦，这就是 Maple PCS 的 GOAT 太平洋赛区之王。哎，干，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哎，靠呗，这可以讲吗？那时候我们去世界赛，我不是有拍那个去 Low Park 的 Vlog 吗？这个你们知道吗？有看我 YT 的应该知道，就是我介绍一下那个 Low Park 长怎样。那因为打 BDS 那一天被浪二追杀那一天呢，其实我们还有拍一支影片，可是最后那支影片没有发。我也是大概过了好像两三个月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了公司的人为什么不发，然后那支影片大概就是我在那个场馆外 gank PCS 的粉丝赛前呢0:0之前先访，哎，你觉得今天谁会赢啊？为什么会来这边？就是简单的问题。然后1:0的时候又再出去 gank， 哎，你觉得刚刚那场比赛怎么样？2:0的时候出去，哎，你觉得我们会赢吗？然后第三、第四、第五把的时候呢，就最后那支影片就消失了，哇！Disappear， 哇，不见了！现在看啊，不是根本就没有剪啊，
根本就没有剪啊，你现在全部播出来的是 原片欸，那支片当时干，如果真的发出来感觉是被爆破到死那个上镜的观众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支片的，欸，还是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想说，奇怪了，我明明就有被 Leo D 访问啊，啊那支片咧，奇怪了，啊那支片咧，怎么还没有发啊，躺在硬碟里，提醒我回去后删一删。干，你不要删啦，你至少传给我好不好？你至少传给我啊，我不要外流就好。你至少传给我吧。干，我都花时间去了。干，主播复习过 JRQQ 了吗？不是，我就，我干嘛？我干嘛根本看影片？我看过他现场哭的，神经病哦。我们 JR 老师就对赛区很有爱美。干，你叫部分哭啊。好，然后他只有播满五把的时候会哭吧。他妈的3-0下班的时候开心的跟孩子一样。其实那我看直播当下这波打完我就知道去了。你们听到那个 JR 老师的声音 ，JR 老师的声音都高起来了呢。冰剑命中，哇，这就是无敌的进步，有目共睹。我跟你讲，其实赢下这个系列赛，或者是 PSG 拿到春季冠军的关键就是无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实在的，上中也就是有一定的强度摆在那边，所以他们进步的幅度也不要太大。那从这个挖口变杯体，其实升级也是有限的，就是我觉得是升级，但没有到大幅度。但唯一能够进步的就是无敌，你知道吗？从20分到60分，直接让我们打赢 Five Quest 干。所以其实重点是无敌啊！当你最烂的那个点破洞变成不是破口之后呢，你整队是变强的，因为你的下限变高啦。你懂这概念吗？哎呦，干阿志这把其实也玩得很好，他都在默默做一些不是特别画面或数据体现出来的东西。干，阿志也进步了，都长大了。辅助换一换啊？还在嘴屋底？你还在嘴屋底吗？你确定要在这边？最多屋底粉的聊天室嘴屋底哥。命运呼唤，准备要丢到妈祖脸上。妈祖他是没有闪现，他宣判的是他死亡的命运。太强了，细节拉满呢。后方连续的射击，干打到这里应该觉得输不了了吧？这就是黑肥肥吗？屋底这场有艾希有小 K 的感觉啊！大哥也不是这样乱吹的吧？我身为小 K 粉，我觉得我被冒犯。小 K 是怎么样啊？吹成小 K 是怎样？有点太夸张了吧？你是不是其实是无敌黑？你想要先把他吹起来，再捧杀他，干吹成小 K 是怎样啊？也不能说没有。哎呦，哎呦，还是命中他的闪现是还没有好的。无敌，干 carry 啊！生成了 sniper， 是 carry 啊吗？是 carry 啊！穿羊，现在是七步开始。PCS 小 K 头，他刚 K 了一颗头。为啥 AD 对面不带进化？他可能觉得不会吃招啊。啊，为什么我不准备考试？因为我想说这题老师不会考啊。就像概念啊，他就是预测自己不会吃招啊。啊，我考试前我也不看书，因为我觉得老师这题不会考啊。这波团输不了，有那个天界陨落怎么输？吧！大绝天界陨落还是有降出来。后方的话 ，Maple 拿下这个人头，而捐神的话也是身陷险境。捐神赶紧交出护杀术，等待自己。旁边有只鸡。后方还有一个火焰之体。太强了 ，PSG。欸，能打赢 BOG 感，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那赢一把，感觉就观众就很开心了，或者是打得很接近啊。BOG 太强了啦 ，BOG。PSG 的角度来说，感觉要么是冠军，要么是亚军的队伍。我们哎、欸，我们如果都还能赢，那我们不就要冠军了吗？嘿嘿，那不可能。俊家直接切割开战场，慢慢做白日梦吧。冰剑来，哎呦，赵信，这个星月无双。那个赵信是 owner， 用心良苦哦。这里无敌哥的。好了啦，干那个中路还是丘比哎。MSI 正赛，我们回来了。好，我们回来了。好。有把他们的实力打出来啊！这才是我要看到的。啊，我们回来了，对呀，老师，我要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哎、欸，衣服，你们答应我的，晋级八强就买光 ，OK？ 你们这些小骗子，我二叉 L， 这里二叉 L， 二叉 L， 可以吗？你看啊，
我不如穿不下 啊有二XL的，我穿不下，我穿XL的，啊，你XL又卖完了，干你们的妈虎烂仔，妈找到你能穿的，然后你又说，你不是XL，算了，我去买NL的。